搞什么？你们两个现在在密谋什么事吗？你知道全齐勋那个家伙现在想要做什么还这样子吗？忘恩负义的家伙，胆敢对付我江水集团，我最深爱的女人，还有我最深爱的朋友，为什么偏偏是我们？齐勋以侵占罪被逮捕了吗？小准，你信任我吗？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恋客的爱情》。